海看股份昨天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，成为近两年来唯一一家上市的国有文化传媒企业。随着钟声敲响，海看股份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，股票代码30126，本次公开发行4120万股，发行价每股32.22元，募集资金12.6亿元。我们这次上市募集资金啊，主要运用于3个方面。 第一呢是扩建和改善我们现有的平台，让用户得到最佳的体验；第二个呢是购买更多更好的内容，啊，让用户能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影视节目；第三呢是储备我们的新的技术，啊，我们现在人工智能、元宇宙方面啊也准备了一些技术，啊，使海看未来的发展哈能够更多的科技元素。 海看股份成立于2010年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、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旗下骨干企业，独家运营山东 IPTV 集成播控相关经营性业务，网络视听服务覆盖省内1650多万户家庭，是山东最大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平台。海看股份是注册制下上市的首家 IPTV 企业，为国内 IPTV 行业上市打开了通道，树立了标杆。 海看股份的投资价值获得投资者的广泛认可，发行市盈率超过了行业平均市盈率。目前，海看股份技术人员占比超过45%，产品自研率接近100%，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、全国广电媒体融合先导单位，先后4次入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。海看股份上市以后，我们会切实承担上市企业责任，把握市场机遇。 借助资本的力量，加速转型融合发展，打造成为主业突出、数字化赋能、多业态发展、具有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、国内领先的新型广电新媒体企业集团。